英国的下午茶文化流传至今，已经成为了香港女士最爱。早前果子文调访问了女士们谈英式下午茶最喜欢做的四件事，结果发现女士们最喜欢倾近房，占 47%， 其次就是相机先吃，占 31%， 有 17% 的女士就最喜欢多角度自拍，不同角度影影影影到漂亮为止。另外有 5% 的女士就喜欢即时发相，趁热即po相，多 like 多赞赏。其实女士探查最爱的又点止四件事，还有最爱周末下午茶，睡晏少少下午茶时间就啱啱好，最爱隆重其事 afternoon tea 平民化，但衣着打扮冇偷懒，最爱严选环境，食物有特色，环境确舒适，最爱即场执相，手机专业执相，注意背景咪走样，还有最爱 share 买了乜，完成多项指定动作，梗系继续 shopping。